在记录部分，您可以开始记录或查看实时模式。数据图示显示于屏幕中心，记录的或实时数据可以二维、三维或组合视图显示。二维视图，记录数据可以三种方式显示。第一种视图称为 2D， 通过二维彩色方块显示牙颌压力的记录数据。三维视图，第二个选项是三维视图，数据显示于使用列中。计算牙颌压力分布时，要考虑个别接触点与周围区域的比例，以及和整个牙弓内所有接触点的比例，这包括了接触点数量和咬合力。长条显示的色彩渐变，从绿色到黄色到红色，呈现某个区域的牙颌压力分布。针点型压力显示红色到橙色，较大表面区域的压力从黄色到绿色。压力点和表面之间的相对压力差，在三维视图中由长条高度表示。除了牙颌面的标记，像传统牙颌测试材料一样， Occlusense 可以记录牙齿牙颌的临时顺序。在动态过程中，压力点和表面会发生外观变化。二维、三维视图，第三个选项是结合前两个视图，称为 2D、3D， 让您在一个屏幕即可看到。